Hello，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亮颖。我可能不太属于技术型的那种，就是反应很快的，所以我会觉得辅助的话，我会比较踏实一点。也玩过白棋，除了东方白棋比较多，庄周，所以基本上是以辅助为主。最早的时候也玩过后羿，但后来发现不合适。如果是艺人朋友的话，比较多可能就是王铮亮吧，他比较能，怎么讲呢？他是一个可以不抢蓝不抢红的朋友。我太难了。可能就东皇吧，因为毕竟打了很多，很长的时间。我觉得我应该技术上面完全没有办法进入职业的状况，我还是就是玩得开心就好。因为上次其实已经有机会跟职业选手，大家很放松、纯娱乐的玩了一下，但是很明显大家都很照顾我，因为已经是2020年了嘛，而且马上也要到农历新年了，我想这是一个很开心、大家团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所以我会觉得红色比较特别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